一大早，老爸老妈就开始拌嘴，那就带着大家八卦一下吧。后来呢？我洗脸香，洗脸那个生姜。你是来干啥？我洗脸香，你要吃啊？这老头真气人啊！你们削不削他？削，没事，你该削就削，不用给我留面子啊。完了吧，一早上你说你就挨骂，你咋整的，老头啊？这是，哎呀，你说真是可怜呐、啊！一早上惹祸了吧？看得我都没睡好，把我都吵醒了。你看，还有啥吃的呀？哎呀，还少个青菜，可以。哟，蘸酱菜，我要吃蘸酱菜啊！哎，我要吃。哎，蘸酱菜，我要吃蘸酱菜。来来来来，啥都我要吃。哎呀，呦，烫的。哎呀，这一早上就蘸酱菜，太讲究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呀，一早上烙饼了，我娘！你看看，今天一早上就有饼吃吧，幸福吧？关门，你们爱吃，那边晒人。单饼、糖饼、油饼，还有单饼呢。嗯，今天开斋了，这不撑死，这不胖的怪，人都说我让我减肥了，怎么减呢？今天又吃撑了节奏，昨天晚上酸菜馅饺子。今天整了，上面是糖饼，这么多糖饼呀、啊？俩就仨单饼，仨油饼，剩下就是单饼，知道吧？你要不要是吧？一天一宿，24小时。哎，哪去了？啥玩意儿？水电装。什么水电装啊？我是人呐！一天一宿24小时，完了你睡觉睡19个小时。完了就5个小时起来，你想想他不胖他等着啥呀？我啥时候睡19个小时了？今早上2点多睡的。那你说你从起来到睡觉，2点多睡的？2点多睡的，3点。那你不是10点多起，7点多醒的吗？谁给你规定让你那个点睡觉的？啊？我妈规定的，我妈说儿子啊。他说你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啊，这你老伴规定的，咱家大王规定的，一天睡觉18-9个小时。你现在人他不胖了，别那么说，你说七饼规定的，七饼。哎呀，昨天给他个差评，给他发个图片去了。他家吧，条儿嘎是老大。嗯，完了，一人给差评，他找上你了。哎呀妈！我图片发给他不理我，你知道吗？老三，他老四，哎呀，老五，我孙子是老五，老六是谁？没人了，搁不上了。条儿嘎的。我是老七，七饼。拉倒吧，老七哪有那威严？吃啊，萌萌，就糖饼上面。昨天我发给我妹妹看，我妹说，她说你这怎么全都是杠啊，这么好还全都是饼。我说你没看出来。她说啥呀？我说5个七饼。她说这我就不懂了，这是哪国的打法，怎么5个七饼？那点评论点也有不知道的，怎么少腕子呢？谁让你说腕子的事儿啊？我就瞅他差七饼，我觉得他得杠呗，不得盼着干了。嗯，这个就在我手里，你就不给你，我也你也差不着了，我也不吱声。完了，我还打个七饼。嗯，那边捧臭脚的，光家打个七饼，我这八年还有个玩的，你这玩意儿喝活没有这么喝过的。这一辈子也没遇到过，是吧？真是，我这一辈子打麻将也没遇到过说出来5个七饼的时候。嗯，要不你说啥少了，我就怀疑了。嗯，指定是肉饼少了，真少。不说是点儿不好，你都说怨社会，我看这都是怨谁，全怨我自己，命不好，一把没胡着。你说玩个麻将吧，麻将是你等会儿来，缺那颗我就要那颗，这不要那颗那光渣多出来了，尴尬，这就尴尬了。九饼已经说你外边打出俩，我又打出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六饼有啊？六饼我手上一对，你还有一个。嗯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说咋一桌上没碰到六饼呢？那么久，就仨六饼，少一个。哎呀，要不就不能玩，玩伤脑筋还伤心。咱们我对六饼该查不出来。你那儿对六饼？我对六饼，查
之前也对六饼没碰上，后面我一把对六饼没碰上，排队打完了六饼没碰上。啥玩意儿？小菜叶儿。没了，今天没了。我硬的。今天没了。今天喝没碰着，碰上了。忘了。碰上了。忘了。啥忘了？擦掉了。呀，你给我擦的。哎呀，我真磕碜人呢，没法说。他在那，这是显着呢，还吹牛呢。哎呀，他每天早上起来先喝一杯他自酱的那个什么果汁，行不行？我太长了，揪揪啊，咬都咬不断。可你放了几块辣椒，这辣椒一点都不辣，挺好。嗯。这个在筋上了。小的是糖饼是吗？那个就是糖饼。好嘞。不几层的是糖饼吗？哦。嗯。辣椒好吃，嗯，好吃，我可以吃，不辣。你真有味儿，辣椒。今儿一丝丝辣，你不吃今儿一点不辣。哇，今儿有辣，我有点辣，哇，后感劲儿。我这碗没有辣的，没放劲儿。你等着，慢慢天就看着了。我说你嚼不辣，我辣死了。